泰迪乘车路过一座大桥时，看到桥上出现了一个大洞，但他并没有太过在意。这时，一个维修工拦住了汽车，泰迪也在同一时间扎破了手指。他刚抬头就看到电视失去了信号，就连广播也断断续续的响起。突然，一阵阴风吹过车厢，整座大桥开始剧烈晃动起来。泰迪进一步定的看向窗外，却看到桥面上出现了无数的裂痕，瞬间大桥撕开了一道口子。泰迪见此，赶紧和朋友们下车。然而，随着大桥的坍塌，女朋友被甩到了断裂的地方。 下一秒就掉下了桥面，砸在了驶过桥面的帆船上。泰迪几人还来不及悲伤，他们乘坐的大巴车就滑向了江面。惊慌的司机想要赶紧出去，但死神根本就没给他机会。